跨年。对啊对啊。然后它这样，那它这个就是会自动工作吗？我帮你，所以你可以拿着带。就它会那个，因为它会自己晃晃这样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，它是前车就开这些东西的，但是我不需要。爸爸，我们来台南跨年呢。爸爸。这是什么风格？现代风吗？厕所如何？哇，厕所是白色明亮的哎，两间卫浴，所以这个是小的有那个的。这边是什么小阳台吗？哎，真的是两间，两间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个卫浴，还不错哎。我还没有脱鞋子，对啊，我忘记脱鞋子了。Really， 我们今天才花3900，因为冬季补助。哇，那说不定亲戚在这里。Yeah， 宝宝你在干嘛？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就在玩窗帘。你在干嘛啦？不要再玩窗帘，等一下蹦蹦哦。我们的房间走的好像是比较文青的风格啦。总体而言是很舒适的呀，对不对，宝宝？我发现很开心，你只要有窗，你是不是有窗帘就好了？什么都可以不要有，你是不是有窗帘就好了，宝宝？宝宝你在哪里呀、啊、宝宝，这个年纪的小孩好像都爱玩窗帘，又在玩窗帘。厕所备品，这他两台电视，这台电视是给坐在这边的人看的吗？
我们到六楼了啦，到六楼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是在台湾买的？哎，看一下六楼。哦，我要按钮，我要按你吗？叮咚叮咚，叮咚。我都只有叮咚哎，哔哔，哇，跟茶不够细微。哎呦啦，那个床板整个都是不一样的啦。对，宫廷风。厕所的那个墙壁也不一样哎，我看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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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不一样哎。地毯也不一样。你给我拍个照好吗？别让我拉。我觉得。他们其实他们两个差不多时间到。嗯。啊，好像那个穿衣镜也不一样。那边有一个沙发哎、欸。因为我们的那一间这边穿鞋子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镜。宫廷椅哦，你说你的衣服，对，你记得他刚刚脱鞋子的地方是一个镜子，然后你们背板是，对，然后他连厕所的瓷砖都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哎，厕所不一样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台南，台南，南，走，我们回房间了。哎，有啦，他每一间在外面这个风格都不一样，我发现了，刚刚那个那边不是放这个椅子。它每一间每一层楼外面的 style 都不一样，真的，宝宝，我们回房间。再回到我们的房间，我们的可能比较偏向文青风吧，他们的是宫廷风。噔噔，对啦，我们的比较简单。你看我们的这个都很简单啊，我们的比较文青风，他们的 style 是比较偏宫廷风。好吃吗，宝宝？吃小小口就不会给到咯，吃小小口。撕一点给他吃，好棒啊！什么啊？深蓝咖啡馆。可是小孩不能进去，真的好不贴心哦。他可能是走气质路线，所以不给小孩进来吗？嗯，也会可以把那个声音用掉。就这样说好吗？很地图。它有名的是什么啊？千层蛋糕。买什么口味？芝麻千层，超多口味的，可惜不能内用。你已经买了吗？因为我们有带小孩，所以没办法进来内用，我们就只能外带了。想要吃原味是哪一个啊？法式的，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口味，它是香肠的味道。
一个200，然后另外一个220。我刷卡啦、啊，而且它这下面是冰块，哎，你看它每一个里面都有。